身彼国矣，是说金刚台到极乐世界，它的那个出诞生的地方就是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啊，那这个一去，它就能够出来，没有啊关在莲台里面的障碍，就当下。花开见佛，首先花一开，他一看，哦，阿弥陀佛就在那里，他自然就感激呀，感动啊，就去顶礼阿弥陀佛。举头一看，阿弥陀佛的色身众相具足，这时候已经不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这时候见到的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啊。在前面的真身观里面就讲阿弥陀佛的身高有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那个身高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我们凡夫的想象力来想象的。佛的报身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有八万四千毫，一一毫有八万四千光，我们说这些我们都没有概念，我们是想不清楚。但是你到了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你就能看得报身，见得清楚。那同时见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也是报身的实相具足，同时马上感知到周边的环境，阿弥陀佛放光，极乐世界所有的景物都是有内在的放光，因为它一切的构建都是珍宝，珍宝就能放光，光中有种种的色，光与色交参互辉呀。然后再一看极乐世界的生态环境啊，七重行树都是宝树啊，由无量的珍宝合成的树，树上有宝网，网中有宫殿，宫殿有天童啊，虚空当中无量的宝网在庄严，宝网上有绫罗啊，有乐器啊，清风吹来，那种宝树的树叶、绫罗、宝网、乐器就能发出种种的音声，这些音声都在演说着大乘的佛法。不仅正报的佛菩萨能讲经说法，无情的器界就是他的水、他的鸟啊，它的树叶、林铎都能讲经说法。极乐世界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给完全的彰显出来，一切皆成佛。那这个上品上真者，一闻到这样的大乘的妙法，当下就心开意解，大彻大悟。而这种悟还不是指这个见地上的开悟，乃是悟证同时，就是断烦恼也在同时，所以当下就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至少是断一品无明的菩萨才能成为无生法忍了，圆满证得无生法忍那是八地菩萨的水平了。这样证无生法忍就
自然本具的如来藏性六种神通啊现前，所以他就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须臾间就能够分身化影，遍及十方无量的刹土，去供养诸佛，奉侍诸佛，听诸佛讲经说法，蒙十诸佛的受记。你看这时候他就大自在的境界现前，能够分身到十方无量的世界去，在无量的诸佛面前得成佛之际，然后他又不忘本，不会看到他方世界很好他就不回来，他想到他是在极乐世界出来的，极乐世界是他的根本，是他的故源，他就在他方世界诸佛得利益之后，很快他又回到了极乐国土，这是带着无量的收获，得百千无量百千陀罗尼门，陀罗尼就是那总持的意思这个总持就是能持种种的妙法，能遮种种的恶法他无论是闻持陀罗尼、分别陀罗尼、音声陀罗尼、威德陀罗尼，一一都能得到。真的，我们在这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在这个世间我们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我们在这个世间捏的烦恼很重，记忆力很差，理解的很弱，想学一个法门都学不到位。那到了极乐世界，你就能够学无量的法门，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你就是个大通家，就是个大智慧者，最终成为像佛那样的一切种子。